这兔子的西瓜又熟了，今天又掏点去卖。上回啊，我整了一百多斤去，一哈哈就卖完了。今天我又掏一百多斤去，看好不好卖哈。尝点多西瓜，听这个声音，再来一个，给我八十。又来一个，一点儿个小的。哎呀，整了个大盘盘，好大！就说这太阳天气掏进去，如果西瓜才甜，那雨的话就不咋地。哎呀，庄稼！嘿，这小儿喜欢这娃儿吃，这就是两个。好，背几回去又来。哎呀，整了一杯，掏了两杯，预估有一百多斤了。这杯背几回去又背另外一杯。哎呀！哎呀，这边背起走，肚皮真的有点饿了，先走老妈给去整点东西吃的，要早点去占位置。来，老妈，你拿个西瓜吃。我拿那么多西瓜。那你来呀，早点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好把饭给你整就嘛。不想弄麻烦的，我就吃这个臭包螺蛳粉就是。你还够吃不？够了，分量很足，吃起来也过瘾。我买食的时候都经常煮来吃，你看我这料包这些都是排好顺序的，简单又方便。那么我给你煮碗干什么？要得嘛，我还没吃过。来点生菜。好喜欢这个味道，爆浓爆烂爆臭。哎呀，我都流口水了。来，你先吃一口，这味道真的是太爽了。这腐竹洗完的汤汁儿巴适得很。就是啊，你看嘛，比这手巴掌还大。哎呀，这感觉太满足了。就是啊，那是好吃的很。那么我去摆摊去了哈。要不要帮忙哦？我先帮忙的。好，走了。下班哦。老弟啊，来得早点，占个位置。那摆件。摆件，摆件。你选嘛。你是熟人呀、啊，省一块钱去。天得很，要得，六斤七两。每天交钱现在就多收你几角钱啊？哎呀，要得，多谢多谢，要得要得。看到你那租房子。啊，住几楼？住几楼？要得你慢走哈。天得很，天得很，你来看一下嘛。十斤四两，六块七，收你六块五就是。好，慢走哈。整个西瓜来开机，等会儿来好拿杆上一下。喂，这儿好喝，一花就开冰了，你看嘛，熟得很了。甜得很，哎，省了嘛。选一个嘛。他不在哪儿呀？你看的。在干什么？他这种黑点的，你看嘛，这种就熟得很了，快点。你走哈，随便选随便选啊，这是放心了嘎，一过去开它就已经就开口了，熟得很了，来嘛，快点捏快点捏呀，这个是没问题的，六块七，六块七，哎，我给它冻一下，这个天气嘎，赶紧慢走哈，不厚啊，你看，收你六块钱也不要，多收你五厘，值得个大的嘛。要得，哎呀，六块四，来嘛，慢走哈，慢走。也马上我好点的嘛。有。好。七块半。来，慢走哈。不要。你让我干。老板，多少卖了？快钱呀。好吃不？你看嘛，这红得很了。可以上一会儿吗？你上什么？就这个嘛。加条。八块六。加的，放你嘛。放了他好久不？你弄那个保险不来该梦记噻？我就是不开了，放得到好久啊？不开的话就可以放多久？三个一下我打包店了。三个一下撑嘛？哎呀，你买几回给打平滑，你三个人去同事啊？要的啊，就是商量起来。二十七块九哎，收你二十八嘛，干什么？你不要搁冰箱，你就把它拿出来放在地板给就是。要的。今天还可以，卖的也过不剩。这个开了的，拿起花给自己吃。走了，回去了，等二回西瓜熟了又来。